我们现在要去干一件非常非常摇滚的事情，我们要去大卖场买菜。今天是4月13号，离我们去成都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然后食材也买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开始一个月要塑形计划。到家了，就结束了啊！拜拜拜拜拜拜，走了走了走了。其实现在做乐队的话，它是一个非常花时间和精力的一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市场没那么大，市场接受度不高。为什么说那个乐队现在做乐队这么难呢？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很多，不管我们这种风格还是不是我们这种风格的乐队，他可能一场演出他只有一个车马费，他连一个演出费都没有，他们演员去演。市场就是这么残酷，我们也是这么的为爱发电。并不是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你做你就会成功这样子。英国的氛围是你到13岁14岁可能就觉得要组个乐队。我打鼓就是为了加入一个乐队，我那时候什么都不会，因为我们都没有老师，就是因为爱上的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好。我们那边我看的最小的12岁13岁都自己搞，这个也是一个英国的氛围，就是很容易开始。乐队赚钱真的太难赚了。现在我的工作状态，我是没有工作的，我是一般做那种混音和后期嘛，但这个也是非常不稳定的。我爸就跟我说，你在家里待了已经待了快2年了，你现在的工作连你交金都交不起，你干嘛不去上班呢？就遇到这类问题，我现在只能逃避，我没法很正面的去面对它，我没办法跟我爸说我已经30岁了，但是我还想再拼一把。这种话说出来其实很羞耻。不想了，嘿嘿嘿嘿嘿。Talk to me, you fucking me. 就我来说的话，我已经结婚了，我自己做音乐。是我的梦想，但我的梦想没有办法去转化成可以去守护我家庭的东西。这个是我现在最矛盾的地方，也是我现在压力最大最大的地方。但是这反过来说也是一个我创作的新的启发或者新的灵感来源。这么多年我走过来，我可以觉得18岁之前20岁之前的人生，即使你觉得学校再无聊，即使你觉得非常痛苦，很极端，你的想法很极端，当你真正的从学校或者长大，你组成了家庭，你踏上了社会，你会觉得你以前的烦恼根本就是 nothing， 你根本就是你不用考虑的东西。当你自己内心还有期盼，你自己还有追求，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梦想的时候，你就会快乐。你在追求你自己内心所想，而不是在人海里面跟着浪潮随波逐流，就这样过了一生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音乐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东西，然后感染的话，第一最主观的是歌词，而且是你当下听歌的一个状态，状态好你可能会听到这首歌觉得一般，但是如果你在深夜打开我们的歌，我绝对可以很有自信地告诉你，它可以触及你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歌曲现在也有节奏的，一开始你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歌曲表达可能就比较慢一点或者丧一点怎么样，然后突然你可以听到歌词开始励志了，它找到方向了。
很多人是不能接受极端嗓的，他觉得这样很吵，但是他没有去感受它。如果你去感受它，它嘶吼的方式就是一个情绪的释放。如果你普通唱歌的话，你是没办法去感受到这种情绪的。所以说我们歌一般不是所有人都能听的，就很多人第一他听不明白，他内心没有那么敏感，工作就是节奏比较快嘛，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聆听这些东西的。我题外话，听重型的人说我们的歌不够燥，听一些后摇的人说你们歌太重太吵，但是谁说重型不能美呢？对吧，我们的美感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这个买的钉子吃不上力啊，我们现在奇怪不起来。说句心里话，得失这个问题我很早就已经摒弃了，因为你如果去静下心来去算账，你的失绝对绝对会比你的得成倍的多，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原因能让我坚持到现在，因为我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正好我获得的东西就是说体量不一样，也许失去的体量更大，获得的体量非常小，但是获得的东西却恰恰是我个人觉得最宝贵的，所以我才一直坚持着。就音乐让我得到很多东西嘛，但是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东西。就如果让我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我肯定也会和现在一样，我肯定不会后悔。啊，你现在在录了吗？你现在在录吗？对，哦，在录了。啊，这不是一个财经访谈的节目吗？你觉得现在那个中国经济怎么样？对，现在中国经济啊，别说了。啊，我是 Ten True Sender 的贝斯手德瓦。摇滚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就是一群人一起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去成都也算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是 House of Vans 的一个活动吧，当时是因为我们巡演已经安排好了，因为没有成都站，其实整个团队都是很想去成都的。然后第二次呢，是因为给很多在成都喜欢我们的朋友的一个交代，然后对我们自己也有个交代，所以就弥补了一下。导游，等一下。昭觉寺先逛一下，烧个香什么的。
我们在写这张专辑的时候，包括写完之后，我们都没有想过去影响别人，因为这张专辑我们一直是觉得是写给我们自己的，我们需要治愈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但是写完之后，我发现我们影响了很多人，一下子觉得乐队的存在是必然的，它是绝对有意义的。也比较喜欢我们的乐迷，其实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最大的收获还是就是说，没有想到会有很多乐迷听到我们的歌之后能受到一些些的小小的影响，受到一些些感动。我觉得我跟我们听众之间的立场应该是平等的，只不过是我在台上他在台下，仅此而已，没有任何的区别。吉他可以再响一点，可以两把吉他都响一点。当你一个乐队演奏一首歌的时候，你是不单单就是说是一个人的部分，就是说有可能我自己的部分我练得很好，但是你拼凑起来，如果你没有经常在磨合或者经常在排练的话，就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就很简单，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现场是很负责，首先我们对自己负责，然后我们要对今天买票来的观众负责。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已经让我们的歌迷知道了会演新歌，说的基本上很明了。我在 Instagram 上已经说了，就演新歌，但演不了。啊，对，我就能帮我那要那姑娘。所有的周边，我们自己的长袖和专辑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统筹，然后跟场地对接来进行销售的。所以我们现在先要准备一下，然后把这个到时候给场地，他们会帮我们记账。对。杰哥很帅的，杰哥喝啤酒，杰哥在喝啤酒，看小说。是我第一次，对，我就感觉他们想要，就有一个这个感觉，他们在看我的鼓班，他们都在轮贴的时候，我说，那我就用我的鼓班吧， okay. 然后我说一这样子，他们说哇，其实
我希望我有更多可以给咱们。这次去成都感觉整体来说都蛮顺利的，